有可能是狗体内缺乏微量元素，导致狗狗有异食癖。可以给狗补充一些微量元素，看看症状是否有缓解。二，一定要把猫砂放在离狗狗远一点的地方，以免狗狗误食猫砂引起便秘。三，要对狗狗进行教育，可以用手轻轻打它嘴巴，让它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温馨小提示，猫砂的主要成分是粘土、杀菌剂、除臭剂以及防腐剂，并不会导致狗狗出现剧烈的中毒症状。猫砂如果大量食用，可能会造成狗狗胃肠道堵塞，从而引起肠胃不适、疼痛、呕吐、腹泻、腹胀等症状。猫砂如果堵塞小肠，会影响狗狗的血液流动和循环，有可能造成静脉窒息。